故书曰：象以典型，刘佑五行，编作官行，铺作教行，今作熟行，户中贼行，审灾四社。顺命就咒曰：五行有福，五福三就，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下行则大辟二百，并辟三百，公辟五百，亦莫各千。因因于下，盖有损益。周礼见三典，行邦国，以五听求民情，八义以申之，三次以审之。左加十，平霸民；右废十，达穷民。右不实，右过失，右遗忘，设右弱，设耄耋，设蠢愚。周道既衰，穆王荒茂，命吕侯度作详行，以结四方，五行之属增矣。夫一欲犯问，与众共之，众一设之，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。先望之爱民如此，行成而不可变，故君子敬心焉。逮于战国，尽任威行，以相吞噬。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，亦参夷之诸连相作之法，风俗雕薄，号为虎狼。及于始皇，遂兼天下，毁先望之典，治邪书之境，法凡于丘徒。 PG 1956。 刚密于凝之，兼伪并生者，依塞路，欲按烟机，凌与尘世。于是天下怨叛，时事而久。汉祖入关，捐萧凡科，至三章之曰：文帝以仁厚，断狱四百，己志行错。孝武氏以奸诡滋甚，增律五十余篇。宣帝时，陆温书尚书曰：夫欲者天下之命，书曰：与其杀不孤，宁师有罪。今至欲立，非不辞人也。上下乡欧以客为名，生者或功名，贫者多后患，故至欲立皆欲人死，非增人也。自安之道，在人之死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垂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故求人不甚痛，则是此以示人立志者立其然，则指导以明之，上奏未却，则锻炼而周内之，虽久昼听之，有以为死有余罪。何则？文治之罪故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生于欲。宣帝善之，痛乎欲立之害也久矣。故曰：古之利欲所以求生，今之利欲所以求杀人，不可不慎也。于定国为廷尉，及诸法律，凡960卷，大辟490条，千八百八十二事，死罪绝笔，凡3472条，诸断罪当用者，合26272条。后汉200年间，律章无大增减。魏武帝造甲子科条，范帝左右指者，亦以斗谢。明帝改世民罚金之作，除富人家吃之制。晋武帝以位置俊密，又召车骑甲充籍诸儒学，删定名利为20卷，并合2900余条。晋世丧乱，中原荡然。魏世臣百王之末，蜀崩散之后，典行敏器，礼俗交薄。自太祖拨乱，荡涤华夏，至于太和，然后立清正平，断狱审检，
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，故却举行事，以者于篇。未出，礼俗淳朴，行径疏简。宣帝南迁，复置四部大人，作王庭决词颂，以言语约束，客气济世，无凌与考训之法，诸犯罪者皆临时绝遣。神元因循，王所隔意。穆帝时，刘聪、石勒亲赴进士。帝将平其乱，乃郡刑法，每以军令从事。名臣宽政，多以为命得罪，死者以万计。于是 ，PG 1957，国落骚骇，平文臣业随即离散。昭成建国二年，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，犯大逆者，亲族男女无少，常皆斩。男女不以礼交，皆死。民相杀者，听与死。加马牛49头，即送葬器物以平之。无戏训连逮之作，道官物一被五，私则被十。法令明白，百姓厌然。太祖又遭艰难，被常贤祖拒之，明之情伪。即在位，躬行仁厚，协和民庶。既定中原，换前代行刚俊密，乃命三公郎王得除其法之库切于民者，约定科令，大重简易。是时天下明，久苦兵乱，为法乐安。帝知其若此，乃正之以玄末，伐必从轻。赵树心待焉，然于大臣持法不舍。既年灾一屡见，太祖不遇，纲纪迟钝，刑罚颇为滥酷。太宗即位，修废官，续民隐，命南平公长孙嵩、北新侯安同对李明颂，庶政富有序焉。帝既炼金术士，为吏者竟以身闻闭嘴。世祖即位，以刑敬重。神宗诏司徒浩定律令，处五岁，四岁刑，增一年刑，分大辟为二科死、斩死、入绞。大逆不道，腰斩，诛其同级，年14以下服刑。女子没县官，害其亲者患之，为蛊毒者，男女皆斩，而焚其家。巫蛊者，缚蛊羊豹犬牲，诛冤。当刑者赎，平则加鞭200。畿内民富者，烧炭于山，贫者易于清混。女子入冲稿，其故疾不逮于人，守怨有王官皆酒品，得以官爵除刑。妇人当刑而孕，产后百日乃绝，年14矣。下降刑之半，80及9岁，非杀人不作，考训不逾49。欲刑者，不主具状，公车居辞，而三都绝之。当死者，不按奏文，以死不可复生，具监官不能平，欲臣皆臣。帝亲临问，吾一词怨言，乃决之。诸州国之大辟，皆先验报，乃施行。却左玄登闻鼓，人有穷冤则窝鼓，公车上奏其表。事后民官独获，帝思有以诉之。太延三年，召天下吏民的举告牧守之不法。于是 PG 1958，凡庶之兄辈者，专求牧宰之师，破累在位，取豪于闾阎，而常立贤将心以待之，苟免而不耻，
贪暴犹自若也。时余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。征军五年，命公宗总百魁监国少妇有雅上书曰：“殿下亲揽百魁，经营内外，昧旦而兴，咨询国老。臣直舔遗臣，私事献替。”汉武时，使其河右四郡，一诸一罪而折喜之。时数年后，边郡充实，并修农树，孝宣因之以服北方。此进士之事也。帝王之于罪人，非怒而诛之，欲其喜善而成恶，折喜之苦，其臣一生自非大逆正行，皆可从喜。虽举家投远，心喜富禄，利益终身，不敢言苦，且远流分离，心或思善，如此奸邪可袭，边陲足备。公宗善其言，然未之行。六年春，以有司断法不平，诏诸一狱，皆附中书，依古今义论决之。初道律，赃四十匹至大辟，民多慢政，郡其法，赃三匹皆死。正平元年，诏曰：“刑纲大密，犯者更重，朕甚悯之。”其详按律令，务求绝中，有不便于民者，增损之。于是有雅语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。道律复旧，加故纵，通情，止赦知法及他罪，凡391条。门诸四，大辟145，刑221条。有司虽增损条章，犹未能阐明刑典。高宗初，仍遵旧事。太宗四年，始设九禁。是十年古屡登，市民多因酒至续讼，或易主政。第二期若此，故一切禁之，酿孤饮皆斩之，及凶兵亲，则开禁。有日臣增至内外侯官，四查诸曹外部州镇，至有为服杂乱于府四间，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至，有司苦加训策，而多相污歹，折何以不敬？诸司官赃二杖皆斩。又增律79章，门房之诸实有三，大辟35，刑62。和平末，冀州刺史袁贺上言：“自非大逆首杀人者，请原其命，折首鞭数。”赵从之。显祖即位，除口误，开九禁，帝勤于治公，百僚内外。末 PG 1959。布政肃即传位高祖，由公揽万机，行政严明，显拔清洁，杀太贪鄙，目守之廉洁者，往往有闻焉。延兴四年，诏自非大逆干纪者，皆止其身，罢门房之诸。自欲复中书复案，后颇上下法，遂罢之。欲有大疑，乃平一焉。先是诸曹奏事，多有疑请，又口传诏敕，或至剿善。于是事无大小，皆令据律证明，不得疑奏。和则至可，失中则旦节之。竟从中莫召，自是世贤经祥，下莫敢相往。显祖末年，由重刑罚，严及常用策创，每于御案，必令复居诸有求系，或积年不斩，群臣颇以为言。帝曰：“御制虽非治体，不由越乎仓卒而滥也。”
夫人忧苦则思善，故淋雨与福堂同居。正欲其改悔，而家以亲恕耳。由是求戏虽焉至，而刑罚多得其所。又以敕令屡下，则狂于多侥幸，故自言心中于纪年不复下舍。礼官居囚，杖限五十，而有司欲免之则已。细垂欲限之则先大杖。民多不慎而污饮，或绝命于杖下。显祖知其若此，乃为之治。其垂用金，平其节，训囚者其本大三分，杖背者二分，踏进者一分，考西一令，皆从于清简也。高祖欲与留心刑法，故时斩者皆裸刑服职，入死者绞，虽有律，谓之刑也。太和元年，诏曰：刑法所以禁暴袭奸，绝其命不再裸刑，其参详旧典，勿从宽仁。司徒元丕等奏言，甚心垂人数之惠，使受禄者免裸骸之耻，普天感得，莫不幸。沈臣等谨议，大逆及贼各弃市坦斩，道吉利受囚各绞刑。博诸殿师又诏曰：民由画目，非言行所致，防之虽峻，现者弥甚。今犯法致死，同入斩刑，去衣裸体，男女亵见，岂其之以法，视之以理者也。今具为之治。三年，下诏曰：治应正宽，必由刚密，今后执千数奸巧弄威，重罪受囚不列，细过吹毛而举，其一切罢之。于是更置警职者数百人，以防炫斗于街数，利民安其职业。 PG 1960。 先是以律令不拘，兼利用法，致有轻重。诏中书令高驴吉、中密官等修改旧文，随力增减。又敕群官参议决中，今御刊。定五年冬契，凡832章，门房之诸实有六，大辟之罪235，刑377，除群刑飘劫守谋门诸，律重者止。枭首使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，乃为众家，大己为复矣。坠石悬于囚禁，伤内至骨，更使壮促叠薄之，囚虑不堪，因以污服力持此以为能。帝闻而伤之，乃至非大逆有名正而不款辟者，不得大家。律王法十辟，一赃200辟大辟。至八年，始颁录制，更定一赃一辟，王法无多少皆死。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，纠首宰之不法，作赃死者40余人。食禄者局籍，囚业之禄待绝。帝哀金数狱，至于奏宴，律从降数，全命洗鞭，遂以千计。今失绝死狱，遂尽不过五六，州镇一减。十一年春，诏曰：3000之罪，莫大于不孝，儿律不训父母，罪止坤刑，于礼未终，可更详改。又诏曰：前命公卿论定刑典，而门房之诸犹在律册，为师周书父子一罪，推古求情亦甚无取，可更易之，
删除凡库。秋八月诏曰：律文行宪三年，便入即墨，作无太半之效，罪有死身之书。可详按律条，诸有此类，更易勘定。冬十月，复召公卿令参议之。十二年诏，犯死罪，若父母、祖父母年老，更无成人子孙，又无其亲者，仰案后列奏以呆报者之令格。世宗即位，亦在宽政。正始元年冬，诏曰：亦欲定律，有国忧甚，轻重损益，是或不同。先朝垂心点线，刊革令规，但时属争议，未知详究，失于实用，由至遗传。尚书门下可逾，中书外省论律令，诸有一事，斟酌新旧，更加思理，增减上下。PG 1961。必令周备，随有所立，别以声闻。数余寻便携时，永作通志。永平元年秋七月，召尚书检家帐大小为治之由，科其罪失。尚书令高照、尚书仆射、清河王毅、尚书邢鸾、尚书李平、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：臣等闻王者祭天子物，为民父母，导之以德化，其之以刑法，小大必以情，哀今而勿喜，勿于三训五听，不以目实定欲。夫为陛下子爱苍生，恩谋天地，书纲改著，人过伤后，以家帐之非度，泯民命之祸伤，原将此旨，广垂昭序。虽有余圣谕之身，汉文策引之志，亦未可共日而言矣。谨按御官令，诸察御先备武听之礼，尽求情之意。又宴诸正信，事多疑似，犹不守时者，然后加以考略，诸犯年刑矣。上加索留喜以上，增以纽懈，迭用不拘，非大逆外叛之罪，皆不大家高丑重谢，又无用时之文。而法官周俊因缘增加，遂为横法，尽乖武听，退为令文，臣以暗合依止科处，但种刑已久，既不推作简杖之小大，编之长短，另有定事，但加之轻重，先无成制。臣等参量，造大家长一丈三尺，喉下长一丈，通夹木各方五寸，以拟大逆外叛，纽懈以长流行以上。诸台四州郡大家，请悉焚之。家本掌求，非考训所用。从今断狱，皆依令尽听训之礼，量人强弱，加之考略，不听非法考人，兼以考实。自是家帐之制，颇有定准。为己欲官肆虐，稍负重大。法利律武等列爵即在官品令从第五，以皆当行耳。遂免官者，三载之后听事，降先皆一等。延昌二年春，上书行鸾奏，窃降王公以下，或悉体成疾，或者勋当时闲坐土受名为成王室。至于五等之爵，亦以公息，虽爵制有异，而号拟河山，得之至难，失之永坠。行典既同，名复书爵，请亦所宜，复为永制。赵义律之志，与八座门下参论，皆以为
官人若罪本除名，以直当行，犹有余资，复降阶而续。至于 PG 1962五等封爵，除刑若尽，永及真宵，便痛之除名，余力时爽。余位自王公以下，有封邑，遂除名。三年之后，一个降本爵一等，王及郡公降为县公，公为侯，侯为伯，伯为子，子为男。至于县男，则降为乡男。五等爵者，亦依此而降，至于散男。其乡男无可降授者，三年之后，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，赵从之。其年秋，伏喜郎中高贤，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，书司徒府主簿六真等，坐地祭贤同源于逆，除名为名。会赦之后，被指误论，上书行鸾奏，按季贤既受逆官，为其传习，归善幽营，构资祸乱，具律准犯，罪当奴禄，凶书作法，法有明典。赖蒙大佑，生命获权，除名还名，于其为姓，然反逆作众，故之属相及。体纪相及，是同一科，其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，赦后独除反者之身，又愿作之罪，不得以直除流，且或求小迁，扣道为例赃状漏验者，会赦由除其名。何有罪及列官，幸君毁免，父子齐行，兄弟共罚，赦前同斩从流，赦后有复官之礼，一律则罪和奴禄，准赦吏皆除名。古人亦无降之罪者，毁其事，污其功，绝其宗，灭其类，其宅油气，而况人乎？请一律处除名为名。诏曰：死者既在赦前，又员外非在正室之县，便可悉听复事。三年，尚书李平奏冀州父臣名废羊皮母王，家贫无以葬，卖妻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，回转卖于书县名梁定之，而不言梁状。按道律，掠人、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，死。回故买羊皮女，谋以转卖，一律处绞刑。诏曰：律称何卖人者，为两人诈取他财，今羊皮卖女，告回称梁、张回利见知梁公买臣于律俱乖，而两个非诈。此女虽复卖为婢，体本是梁回转卖之日，应有迟疑，而决从真卖，于情不可更推利以为勇士。 PG 1963言魏少卿杨君义曰：谨详道律，掠人、掠卖人为奴婢者，皆死。别条卖子孙者，一岁刑；卖粮食一而行死。悬殊者，由原情治罚，则治罪有差。又降君道强盗，守从皆同何略之罪，故应不义。即知人略道之物，而故买者以随从论。然五福相卖，皆有明条，买者之罪，律所不载。切为同凡从法，其原福相减者，已有差，买者之罪，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。但羊皮卖女为婢，不言追赎，张回真买，为同家财，至于转狱之日，不复一律
原其买之于女妇，便卖之于他人，准其何略，此有因缘之类也。又想恐喝条柱，尊长与之已决，恐喝又见求之，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，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。而张回本买币于羊皮，乃真卖于定之准，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，理颇相类，即状准条处留为允。三公郎中崔弘亦曰：按律卖自有一岁行，卖五服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，其亲即妾与子复留，为买者无罪闻。然卖者既已有罪，买者不得不做，但卖者以天性难夺，知属意宜尊卑不同，故罪有异。买者之良故买，又与彼无亲，若买同卖者，即理不可。何者？卖五服内亲属，在尊长者死，此亦非略，从其真买，既于治罪，行死大书，明知买者之作，自应一例，不得全如君意，云买者之罪，不过卖者之咎也。且买者与彼无天性之属之意，何故的有差等之理？又按别条之人略道之物而故卖者，以随从论。依此律文之人略良，从其以买，罪止于留。然其亲属相卖，作书繁略，至于买者亦宜不等。若触同留作，于法为深，准律真降，何行五岁。至如买者知是良人，决辨真卖，不与前人得之有序，前人为真奴婢，更或转卖，因此流动往之所在，家人追赎求访无处，永审建立无复良期，按其罪状与略无异，且法言而兼一席正 PG 1964。宽而明多由，水火之欲先点明文，今为买人亲属而复绝卖，不告前人良状由序，触同略罪。太保高阳王雍亦曰：周处张回专引道律，减回所犯，本非何略，保证明然，去道远矣。今引以道律之条，处以何略之罪，原情究律，实为乖当。如陈君之意，知买略良人者，本无罪闻，何以言之？群盗强盗，无首从皆同，何略之罪？故应不义，明此自魔正条，引类以结罪。陈弘以转卖流飘罪与略等，可谓罪人私的。按贼律云：谋杀人而发觉者流，从者五岁行，以伤及杀而还苏者死，从者流，以杀者斩，从而加工者死，不加者流。想审见之与生死，流飘之与复古，一存一亡，危害孰甚？然贼律杀人，有首从之科，盗人卖买，无唱和差等。谋杀之与何略，同是良人，应为准例，所以不引杀人减之，降从强盗之一科。纵令谋杀之与强盗，俱得为利，而似从轻，其意安在？又云：知人略盗之物而故买者，以随从论，此名尽暴略之源，恶奸盗之本，
非卫士之于亲尊之首，而同之于盗掠之行。妾为五服相卖，俱是良人，所以容有差等。知罪者，明去略道理远，故从亲疏为差极，尊卑为轻重。一律诸共犯罪，皆以发义为首，明卖买之缘有由，魁末之作宜。定若羊皮不匀卖，则回无买心，则羊皮为元首，张回为从左。手有沾行之科，从有即墨之力，推之限律，法行无惧。买者之罪，一个从卖者之作。又降陈洪之意，有从他亲属买的良人，而复真卖，不与后人游状者，处同略罪。既义为弊，卖与不卖，俱非良人，何必以不卖为可原，转卖为难数？张回之谦，宜编一百。卖子葬亲，孝臣可美，而表赏之意未闻，刑罚之科已降，恐非敦风利俗，以得岛民之位。请免羊皮之罪，觥筹卖直。诏曰：羊皮卖女葬母，孝臣可加，便可特原。张回虽买之于父，不应转卖，可行五岁。PG 1965。先世皇族有浅，皆不持训，时有宗室原显父犯罪须居。宗正曰：以旧制。尚书李平奏：以地宗盘固，周布于天下，其属籍疏远，应官卑末，无良犯县，理须推究，请立县断，以为定事。诏曰：云来绵远，繁衍世资，直及宗室，而为不善，量亦多矣。先朝既无不训之格，而空相矫饰，以常为报。诸在一请之外，可惜依常法。其年六月，兼廷尉清元志、兼王进等上言，减除民之力。依律文，欲臣未处罪案臣者，四位犯罪尽旦后，使复检居。朕定刑，罪状张漏，案属分两，欲理事臣。若使案虽成，虽已申审，是下廷尉，或似以情状未尽，或腰架窝骨，或札下利宜，更复别使者，可从未臣之条。其家人陈诉，信其专辞，而组成断，便是屈遂于私，有乖公体。何者？五诈既穷，六倍以利，侥幸之辈，更起一端，尽求言罪于陋客，退息不测之恩幼，便以获政，屈以乱职，常民奸于下，挥国法于上，切所未安。大理正崔纂、平阳基、陈假修、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，欲以臣及绝境，今所晚而已有奸妻，不执于法，即诉冤枉者的赦训复置之。检使处罪者，虽已按臣，欲使封旦，以痛污服，或考不成瘾，依正而科，或有私嫌，强逼臣罪，家人诉往，辞案相悖，行宪不清，理须训居。既为公正，岂宜于私？如未归不测之责，一决送端，则往治之徒终无生理。若从其案陈，便乖复治之律。然未判金赦，即复治理状，真伪未分。臣前已来如此历阶的复职，于未经奏预设，即以复制的为御臣。尚书李韶奏：
使虽结案，处上廷尉，借送至审，及家人诉。往上书纳辞，连解下居，未检狱囿者，不得为案陈之语。推知情理，为崔纂等亦为允，赵从之。西平中有冀州妖贼严陵王买，负罪逃亡，赦书断线之后，不自归守。廷尉钦培严俊上言法律律诸逃亡赦。PG 1966。书断线之后不自归守者，负罪如初。一贼律谋反大逆，处置枭首。其严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辉者，妖言惑众，是在赦后却何死作证。崔纂以为景辉云能变为蛇志，此乃谤人之言，虽杀辉为无礼，恐赦辉复惑众，是以依为不敢专职。当今不讳之朝，不应行无罪之路。景辉九岁小儿，口上乳臭，举动云为并不关己，月光之称不出其口，皆奸利无端，横生粉末，所谓为之者巧，杀之者能。若以妖言惑众，俱律应死，然更不破却惑众。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，更求其罪。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？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？书曰：与杀无辜，宁施有罪。又按法律律八十以上八岁以下杀伤论，作者尚请义者为道貌之罪，不用此律。予以老至如上父，少会如甘罗，此非常之事，可如其意。景辉于小自依凡律。林太后令曰：景辉既今恩幼，何得一家恒罪，可折略扬名。于如奏时司周表和东郡名李连生行毒药，按以死作。其母诉称一生年老，更无其亲，立何上请简急不谬，未及判生，连母身丧。周段三年服中后乃行爵。司徒法曹参军许衍为周判为允。主簿李阳伯曰：按法律律诸犯死罪，若祖父母，父母年七十以上，无成人子孙，旁无其亲者，俱状上请。留者鞭笞，留养其亲，终则从留，不在原赦之力。简上请之言，非应抚州所决。毒杀人者斩，妻子留，即其所犯，实重于县。准知情律，所亏不浅，且连既怀正毒之心，未不可参临人任。既其母在，犹宜何门投壁，况今死也，隐以三年之礼乎？且给甲病葬，足是人宽，今已猝哭，不合更言，可依法处斩。留其妻子，十足借笔盲术，速事行章。尚书萧宝寅奏 PG 1967。从阳直，赵从之。旧制直阁、直后、直斋，五官对主、对副等，以笔试官。至于犯浅，不得除罪。尚书令人臣王臣奏按诸州中正，亦非品令所载，又无陆续，先朝以来皆得当行。直阁等尽职，上下有素未知情，礼不应意。
林太后令准中正。神龟中，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作与河阴县名张志寿妹。容妃陈庆和妹惠猛兼乱丹祸，欧主伤胎。辉惧罪逃亡。门下处奏，各入死刑。志寿、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线，处以流。作诏曰：容妃、惠猛数死，昆边复宫，余如奏。尚书三公郎中崔纂直曰：福建直木若获刘辉者，直人赏二阶。白明听出身进一阶，私亦免役，奴婢为良。按辉无叛逆之罪，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。又寻门下处奏，以容妃、惠猛与辉私奸，两情耽祸，令辉邪愤，欧主伤胎。虽律魔正条，罪合极法，并处入死。其志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，天慈广备，不及施行，虽恕其命，妾未未可。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，不为喜怒增减，不由亲疏改易。按窦律祖父母，父母愤怒，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，殴杀者四岁刑，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，各加一等。虽王姬下降，贵叔长妻，然人父之运不得非一。细生永平四年，先朝旧阁诸行刘即死，皆守罪判官，后决从者，势必因本以求之，欲若以辉逃避，便应悬处，未有舍其守罪而成其末迁。刘死参差，或时未允。门下中进大臣直在夫奏，习秉左及为乡，不存斗弊而问牛喘，岂不以私别故也？按容妃等罪止于奸私，若情之会习，重正分明，即律科处不越行左，何得同官耶之罪，其息官之阙？按志寿口诉，妹是私事曹参军罗显贵，以身二女于其夫，则他家之母李云妇人不二夫，犹曰不二天。若私门失度，罪在于夫，幸非兄弟。习为敬畏除五族之行，有免子禄母之作。PG 1968。何曾正之为在世之女，从父母之行，以教之父，从夫家之行。私乃不堪之令鬼，古今之通矣。律其亲相引，知未反罪，况奸私之丑，岂得以同气相正？论行过其所犯，与情又乖律宪。按律奸罪无相怨之作，不可借辉之愤，加兄弟之行。夫行人于世，与众弃之；绝人于朝，与众共之。民不思于天下，无欺于耳目，何得以非正行书，施行四海？行民一失，驷马不追。既有诏旨，依即行下，非律之案，礼仪更。请尚书元修义以为：习哀将被礼于鲁，其侯取而杀之。春秋所讥，又下讥罪懒于陈国，但则真书而不非父母。民父人外臣，犯礼之谦，无关本属，况出世之妹，性及兄弟乎？又仆射由诏奏言：臣等谬参书侠，现替世司门下出纳，魔
名长则。至于无良犯法，只有私存，何罪结案，本非其事。容非等奸状，罪止于刑，并处及法，准律未当。出世之女，作疾其兄，推据典县，礼实为猛。右辉虽逃刑，罪非奴禄，目同大逆，亦未加重。乖律之案，礼仪陈请，岂复有私，众更详议。诏曰：辉被法者之罪不可纵，后赏玄木，必忘情祸。容非会猛与辉思乱，因此耽祸，主治非常，此而不诛，将贺臣诉。且以教之女，不应作及昆弟，但至受庆和之妹奸情出，不防御，招引刘辉共臣饮丑，拜封会化，礼升其罚，特斥门下节狱，不拘横思，其得一同常立，以为通准。且古有诏谕，宁父一归大礼，而尚书至本纳言所属，伏纠背礼之浅深，不想损化之多少，为彼意图，苟存直线，疏乖任纪，身何罪责？崔纂可免郎，都作尚书，悉夺禄一时。孝昌以后，天下淆乱，法令不横，或宽或猛，及尔诸擅权，轻重肆意，在官者多以身库为能，至千业，荆棘群盗颇起，有私奏吏严治，诸强盗杀人者，首从皆斩，妻子同疾，配为乐。PG 1969。户其不杀人，及赃不满五匹，魁首斩，从者死，妻子亦为乐。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，魁首死，妻子配役，从者留。是中孙腾上言景祥，法若化以礼尚不二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。按律公私结盗，罪止流行，而彼之事苦为好为穿凿律令之外，更利于条通相纠之路，搬捉获之赏。斯乃行书图设，欲送更繁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，非所谓不言而至，遵守典故者矣。臣以为生平之美，意在审刑，凌迟之弊，必由峻法。是以汉约三章，天下归德，秦库五行，律土瓦解。礼训君子，律敬小人，举罪定民，国有常辟。至如审灾四射，虎中贼行，经典垂涎，国朝臣犯，随时所用，各有私存，不宜据细资繁，令民预备，恐防之迷奸，攻之迷甚，诸犯道之人，悉准律令，以明横线，数使行杀折中，不得弃本从末，照从之。天平后，迁移草创，百司多不奉法，或会公行，心何出？齐文襄王入府朝政，以公平肃务，大改其风。至武定中，法令严明，四海之治矣。PG 1970。至第十七，临贞八上，帝王者，配得天地，邪气阴阳，发号施令，动官悠闲，是以克公修正，为天敬神，虽修勿修，而不敢怠也，化之所感，其真必至，善恶之来，报应如想。
斯盖神旨眷顾，告示祸福。人主所以仰瞻俯察，戒得慎行，米浅就，至修真，元首之类，贤纳于人手。然则治世之福，乱邦之孽，随方而作，绝迹不同。秒自百亡，不可得而胜数矣。今陆皇始之后，灾祥小大，总为零。真治。地震。洪范论曰：的因类，大臣之相，因静而不当动，动者，臣下强盛，将动而为害之应也。太宗太常四年二月甲子，司州地震，乌市竟摇动。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，并州地震。四年三月乙未，京师地震。十一月丁亥，幽兖二州地震。真君元年五月丙午，河东地震。高祖延兴四年五月，雁门其城有声如雷，自上西引十余声，声指地震。十月己亥，京师地震。太和元年四月辛酉，京师地震。PG 1971。五月，统万镇地震，有声如雷。闰月，秦州地震，殷殷有声。四年正月，雍州低鸣其南王。反。二年二月丙子，兖州地震。四年十月，兰陵明桓复反，杀其县令。十月丁卯，并州地震有声。三年三月戊辰，平州地震，有声如雷，也至皆垢。七月丁卯，京师地震。五年二月，沙门法秀谋反。四年五月己酉，并州地震。五年二月戊戌，秦州地震。六年五月癸未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八月甲午，秦州地震，有声如雷。乙未又震。七年三月甲子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四月丁卯，四州地震有声。六月甲子，东雍州地震有声。八年十一月丙申，并州地震。十年正月辛未，并州地震，殷殷有声。闰月丙午，秦州地震。二月甲子，京师地震。丙寅又震。丙午，秦州地震有声。三月壬子，京师及瀛州地震。十二年三月，中散梁仲保谋反。十九年二月乙未，光州地震，东来之牧平于秋山县五所，一处有水。二十年正月辛未，并州地震。四月乙未，瀛州地震。十二月，衡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。朱 PG 1972。二十二年三月癸未，瀛州地震。八月戊子，兖州地震。九月辛卯，并州地震。二十三年六月乙未，京师地震。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，秦州地震。四年正月辛酉，凉州地震。壬申，并州地震。六月丁亥，秦州地震。十二月辛乙，秦州地震。正始三年正月，秦州明王志等聚，众两千，自号王公，寻推秦州主簿吕苟而为主。正始元年四月庚辰，京师地震。六月乙已，京师地震。二年九月己丑，衡州地震。三年七月己丑，凉州地震，殷殷有声，城门崩。八月庚申，秦州地震。九月，夏州长史曹明谋反。
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，秦州地震。三年二月，泰州沙门刘光秀谋反。九月壬辰，青州地震，殷殷有声。二年正月壬寅，青州地震。四年五月庚戌，横定二州地震，殷殷有声。十月己乙，横州地震，有声如雷。延昌元年四月庚辰，京师疾病，朔、象、冀、定、银六州地震。横州之繁治、桑乾、灵丘，四州之秀荣、雁门地震现列。山崩泉涌，杀5310人，伤者2722人，牛马杂畜死伤者3000余。后耳朱荣强善之争也。十月壬申，秦州地震有声。十一月己酉，定四二州地震。PG 1973。十二月辛未，京师地震，东北有声。二年三月己未，冀州地震有声。却月丙戌，京师地震。三年正月辛亥，有司奏，四州上延秀荣郡夫陈县自延昌。二年四月地震，余惊不止。尔朱荣真也。四年正月癸丑，华州地震。十一月甲午，地震从西北来，殷殷有声。丁酉，又地震从东北来。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亥，秦州地震有声。正光二年六月，秦州地震有声，东北隐。五年，莫折念声反。三年六月庚辰，徐州地震。孝昌元年，元法僧反。孝敬武定三年冬，并州地震。七年夏，并州湘郡地震。山崩。洪范论曰：山阳君也，水阴明也。天界若曰：君道崩坏，百姓将失其所也。太祖天赐六年春三月，横山崩。世祖太炎四年四月己酉，华山崩。其战曰：山岳配天，由诸侯之系天子。山岳崩，诸侯有亡者，举渠木间将灭之印。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，齐州山池县太阴山崩，飞泉涌出，杀159人。四年十一月丁乙，横山崩。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，横山崩。延昌三年八月辛乙，兖州上延泰山崩，颓石涌泉时期。处泰山，帝王告陈封禅之所也，而山崩泉涌，阳处而阴盛。PG 1974。待又其的也。天意若曰：当有济其而兴，受禅让者，其待未之真也。大风经房易传曰：众逆同治，治得乃前绝一风。太宗永兴三年二月甲午，京师大风。五月己乙，昌黎王穆荣伯而谋反，伏诛。十一月丙午，又大风。五年，河西叛胡曹龙、张大头等各领部众二万入蒲子。四年正月癸卯，元会而大风会民，乃罢。五年十一月庚寅，京师大风，起自西方。神瑞元年四月，京师大风。二年正月，京师大风。三月，河西击胡反，屯聚上党，推白雅利斯为盟主。世祖太炎二年四月甲申，京师暴风，攻强盗，
杀数十人。三年十二月，京师大丰，扬杀折数。真君元年二月，京师有黑风近天，广五丈余。四月庚辰，举区吴会寇张掖，突发保州屯于山丹岭。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，京师大丰惠民。高祖延兴五年五月，京师敕封。太和二年七月庚申，武川镇大丰，吹师六家，仰角而上，不知所在。壬戌，雍州敕封。三年六月壬辰，襄州大丰，从有上来，法屋折数。七年四月，向豫二州大丰。八年三月，冀定襄三州暴风。四月，冀光幽四雍齐六州暴风。九年六月庚戌，冀洛四襄四州吉林丘广昌镇暴风。PG 1975。折目。十二年五月壬寅，京师连日大风，甲辰尤盛，法屋拔数。六月壬申，京师大风。十四年七月丁酉朔，京师大风，拔数法屋。二十三年八月，徐州自甲寅至己未，大风拔数。闰月庚申，河州暴风，大雨雹。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亥，幽州暴风，杀一百六十一人。三年闰月甲午，京师大风，拔数法屋，吹折昌河门关。九月丙辰，幽齐梁东秦州暴风昏雾，拔数法屋。四年三月己未，司州之河北、河东、镇平、平阳大风拔数。正始元年七月戊辰，东秦州暴风，拔数法屋。二年二月癸卯，有黑风仰角而上，起于柔玄镇，盖得一顷，所过拔数。甲辰，至于瀛州，东入于海。四年五月甲子，京师大风。永平元年四月壬申，京师大风拔数。八月癸亥，冀州刺史。京兆王于巨州反。三年五月己亥，南秦州广业仇池郡大风，法屋拔数。延昌四年三月癸亥，京师暴风，从西北来，法屋折数。肃宗熙平二年九月，瀛州暴风大雨，自辛酉至于乙丑。正光三年四月癸酉，京师暴风大雨，法屋拔数。四年四月辛乙，京师大风。孝昌二年五月丙寅，京师暴风，拔数法屋，吹平昌门飞坏。永宁九层枕折，于时天下所在兵乱。前废帝普泰元年夏，大风雨，吹普光寺门屋于地。孝敬武定七年三月，颍川大风。大水洪范论曰：大水者，皆君臣致失而阴气蓄积甚强深。PG 1976。水雨灾也。太祖天赐三年八月，淋雨，大震，山谷水溢。太宗太常三年八月，河内大水。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，京师水溢，坏民庐舍数百家。真君八年七月，平州大水。高祖太和二年夏四月，南豫、徐、兖州大淋雨。六年七月，清、雍二州大水。八月，徐、东徐、兖、冀、平、豫、光七州、平原、方头、广阿、临济四镇大水。九年九月，南豫、朔二州各大水，杀千余人。二十二年戊午，兖、
豫二州大凌雨。二十三年六月，清齐光南清徐豫兖东豫八州大水。世宗景明元年七月，清齐南清光徐兖豫东豫司州之颍川，集郡大水，平息一丈五尺，民居权者十四五。正十二年三月，清徐州大雨林，海水溢出于青州乐林之席卧县，流漂一百五十二人。永平三年七月，州郡二十大水。延昌元年夏，京师及四方大水。二年五月，寿春大水。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徐州大水。二年九月，济营沧三州大水。正光二年夏，定济营湘四州大水。孝昌三年秋，京师大水。初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，京师大水，古水泛溢，坏三百余家。孝敬元相元年，定济营沧四州大水。PG 1977。兴和四年，沧州大水。涌泉。太宗太常五年十二月壬辰，涌泉出于平城。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，雁门泉水穿石涌出。前废帝普泰元年秋，司徒府太仓前景并议。战曰明迁。刘知相。永熙一年十月，都迁于邺。孝敬天平四年七月，泰州景邑。元相元年二月，邺城西南有窟景邑。雨薄。洪范论曰：阳之砖砌为薄，阴之砷砌为陷。此言阳砖而阴斜之，阴砖而阳薄之，不能相入，则转而为薄。由臣亦不合于君心也。高祖延兴四年四月庚午，荆州大薄，商贾。陈明元年四月辛酉，清齐徐兖大丰薄。八月庚申，并州乡郡大薄，平地尺草木禾稼皆尽。癸未，定州大薄杀人，大者方圆二尺。世宗景明元年六月，雍清二州大雨薄，杀张禄。四年五月癸酉，汾州大雨薄。六月已矣，汾州大雨薄，草木禾稼至兔皆死。七月甲戌，暴风大雨薄，起自汾州，经并向思兖，至徐州而止，广十里，所过草木无疑。正十二年三月丁丑，齐济二州大薄，雨雪。永平三年五月庚子，南秦广业郡大雨薄，杀鸟兽，禾稼雪。洪范论曰：春秋之大雨雪，由树真之恒雨也，然由甚焉？夫雨阴也，雪又阴也。大雪者，阴之蓄积甚甚也。亦曰与大水同，冬故为雪耳。PG 1978。世祖始光二年十月，大雪数尺。真君八年五月，北镇寒雪，人畜冻死。是时为镇延吉。高祖太和四年九月甲子朔，京师大风，雨雪三尺。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，武川镇大雨雪。四年二月乙卯，司湘二州暴风大雨雪。九月壬申，大雪。肃宗正光二年四月，柔玄镇大雪。霜。经房易传曰：兴兵望诸，滋味王法，绝灾霜，下杀武。故东沙麦，
诸不圆情，滋味不仁，下先大霜。太祖天赐五年七月，冀州陨霜。世祖太炎元年七月庚辰，大陨霜，杀草木。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，陨霜。高祖太和三年七月，雍、朔二州及福罕、土津、保谷绿、敦煌、筹池镇并大霜，河豆尽死。六年四月，颍川郡陨霜。七年三月，四州封霜，杀书。九年四月，雍、清二州陨霜。六月，洛、泗、湘三州及司州灵丘、广昌镇陨霜。十四年八月乙未，汾州陨霜。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，夏州陨霜，杀草。六月丁亥，建兴郡陨霜，杀草。八月乙亥，雍、并、朔、夏、汾五州、司州之镇平、平阳、平暴风陨霜。二年三月辛亥，齐州陨霜，杀桑麦。四年三月壬戌，雍州陨霜，杀桑麦。辛乙，青州陨霜，杀桑麦。 PG 1979。 正始元年五月壬戌，武川镇陨霜。六月辛卯，怀朔镇陨霜。七月戊辰，东秦州陨霜。八月庚子，河州陨霜，杀驾。二年四月，齐州陨霜。五月壬申，横、汾二州陨霜，杀驾。七月辛乙，兵、齐二州陨霜。乙未，敦煌陨霜。戊戍，衡州陨霜。三年六月丙申，安州陨霜。四年三月乙丑，滨州平陨霜。四月乙卯，敦煌都陨霜。八月，河州陨霜。永平元年三月乙酉，齐、滨二州陨霜。己丑，滨州陨霜。四月戊午，敦煌陨霜。二年四月辛亥，五州镇陨霜。延昌四年三月癸亥，河南八州陨霜。肃宗熙平元年七月，河南北十一州霜。乌云而雷。洪范论曰：雷，阳也；云，阴也。有云然后有雷，有尘然后有君也。雷托于云，君托于尘，阴阳之和也。故无云而雷，是君独处无尘名也。显祖皇兴元年七月，东北无云而雷。二年七月，东北有声如雷。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已有，有声其东北、南隐，阴阴如雷。二声而止。PG 1980。古妖。世祖太炎四年十月辛酉，北有声如大鼓，西北行雷。洪范论曰：阳用是百八十三日而终，阴用是一百八十三日而终。雷出的百八十三日而入的，入的百八十三日而复出的，是其常经也。故雷安，万物安；雷害，万物害。有国也，君安，国亦安；君害，国亦害。不当雷而雷，皆失节也。世祖神元年十月己酉，雨，雷电。太炎三年十月癸丑，雷。四年十一月丁亥，雷。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，豫州雷雨。戊申，豫州大雷雨，平地水三寸。四年十月戊戌，雷。七年十一月辛乙，幽州雷电，城内尽赤。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，凉州雷，七发生。
三年十二月己乙，夜雷九发生。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，秦齐金朔四周雷电。肃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，雷震。春秋正仪伯之庙，左丘明为展示有隐匿焉。刘向以为仪伯是大夫，天界若曰务使大夫是官，将专事也。太祖天赐六年四月，正天安殿东序第二支，令左校以冲车宫殿东西两序污毁之，地境暴崩。显祖皇兴二年十一月夜，正殿。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，正东庙东中门屋南螭尾。五班固说：上不宽大包容臣下，则不能居圣位。茂言是 PG 1981。听以心为主，四者皆失，则屈茂无实，故其旧物。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，与土如雾于洛阳。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，土雾尽天，六日不开。到甲夜，人复浓密，勃勃如火焰，心惨人鼻。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，秦州黄雾，与土覆地。八月己酉，浊气四塞。四年八月辛乙，凉州与土覆的，亦如雾。正十二年正月己丑夜，阴雾四塞，出黑后赤。三年正月辛丑，土雾四塞。九月壬申，黑雾四塞。延昌元年二月甲戌，黄雾闭塞。时高照以外戚见宠，兄弟受封同汉之武侯也。桃李花树贞之恒玉。刘向班固以东王兵及霜不杀草之印。今房易传曰：夏属杀人，冬则物华食。世祖真君五年八月，华陵园诸果尽花。高祖延兴五年八月，中山桃李花。成明元年九月，幽州明齐渊家度数结石继承，一朝尽落。花叶复生，七日之中，未如春状。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，齐州东清河郡桃李花。延昌四年闰十月辛亥，京师奈树花。火不言上。洪范传曰：弃法律，逐功臣，杀太子，以妾为妻，则火不言上，为火失其性而为灾。高宗泰安五年春三月，肥如城内大火，官司卢舍焚烧略尽，唯有东西二四佛图像舍火毒不及。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，河内庆县则自燃，烧增至百余部。PG 1982。五日乃灭。世宗景明元年三月已矣，恒月辞灾。肃宗正光元年五月，勾顿尽灾。孝昌二年夏，幽州求县的燃。三年春，瀛州城内大火，烧三千余家。初帝永熙三年二月，永宁寺九层佛图灾。继而时人闲言有人见佛图飞入东海中。永宁佛图灵像所在，天意若曰永宁见灾，未不宁矣。渤海其县武王之本封也，神灵归海，则其是江心之宴也。三月，并州三级四南门灾。孝敬天平四年秋，夜昌河门东阙火。武定三年冬，汾州西河北山火前行地下，热气上出。黑省黑翔
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，天东南有黑气，广一丈，长十丈，战有兵。二月，慕容可西陵反于北平。显祖皇兴三年正月，合计起黑云，广数里，掩东阳城上，昏暗如夜，继而东阳城溃。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，黑气四塞，甲辰，扬州破萧衍江，张萧之斩级两千。赤审。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，有三白气从地出，须臾变为黄赤，光明照地。十六年九月丁乙，昏时赤气见于西北，长二十丈，广八九尺，时顷乃灭。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，有赤气见于天，自卯至戌。肃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，西北赤气近天畔，似火气。今师不见，凉州已闻。PG 1983。三年九月甲辰夜，西北有赤气似火焰，东西一匹鱼。北镇反乱之争。五年五月癸酉申时，北有赤气，东西近天，如火焰。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，有赤气如雾，从显阳殿接西南。脚斜属布郎，高一丈许，连得如降沙漫，自谓至虚不灭。帝见而恶之，终有幽崩之祸。孝敬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时，东方有赤气，可三丈余，三时顷而灭。清审。庄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时，辰的有清气，广四尺，东头元山，西北隐，至天半指。西北虚的有黑赤黄云，如山峰，头有清气，广四尺许，东南隐，至天半，二气相接，东南气前散，西北气后灭，异地直崩之真也。夜妖班固说，夜妖者，云风并起而杳冥，故与长风同象也。温而风，则生明腾之也。世宗正始元年六月已会，八月甲辰，昼会人团。刘兴说，冒之不公，是谓不肃。上慢下暴，则阴气盛，水伤百骨，衣食不足，奸诡并作，故其极恶也。亦曰，民多背行，冒丑恶也。班固以为六畜谓之祸，言其者也，及人谓之团团并冒，言请生也。太宗永兴三年，明乌兰侯下生骨，状如羊角，长一尺余。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，尚书李充奏，定州中山郡无极县。明李班虎女献荣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生毛九斤，至十月二十日长一尺二寸。PG 1984。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即位，并州表送其县名韩森真女令姬，从母又累而生。灵太后令父耶庭。正光元年五月戊戌，南兖州下蔡郡有大人迹，见行七步，迹长一尺八寸，广七寸五分。高祖延兴三年秋，秀荣郡妇人一产四男，四产十六男。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，京师名家七产男，一头二身四手四脚三耳。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，
高祖与沙门道登信侍中省。日入六谷，见一鬼衣黄者库，当户欲入，帝以为人，斥之而退。问诸左右，闲言不见，为帝与道登见之。显祖皇兴二年十月，遇周易，民死十四五万。世宗永平三年四月，平阳之秦昌、相邻二县大疫，自正月至四月，死者2730人。金枕太和十九年六月，徐州表言丈八同向汉流余地。永安、普泰、永熙中京师平等四定光金向美流汉，国有事变，时贤未易之。永安三年二月，京师名家有二同向，各长尺余，亦一下身白毫似，一夹棒身黑毛衣，龙蛇之孽。洪范论曰：龙，鳞虫也，生于水，云亦水之象，阴气盛，故其象至也。人君下被人伦，上乱天道，必有篡杀之祸。世祖神三年三月，有白龙二见于京师家人井中。真君六年二月丙辰，有白龙见于京师家人井中。龙神物也，而趋于井中，皆是祖暴崩之真也。肃宗正光元年八月，有黑龙如狗，南走至宣阳门，跃而上，穿门楼下而出，未衰之真也。 PG 1985。 庄帝永安二年，晋阳龙见于井中，久不去，庄帝暴崩晋阳之真也。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，有龙骑自宣阳门西出，复入城。乙卯，群臣入贺，帝曰：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但当君臣上下，克己为志，未足视此为庆。马获洪范论曰：马者，兵象也，将有寇戎之势，故马为怪也。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，衡州送马驹，肉尾长一尺，处不生毛。正光元年九月，沃野镇关马为虫入耳，死者十四五。虫四喙，长五寸以下，带如柱。牛火洪范论义曰：坤为牛，坤土也，土气乱则牛为怪，亦曰牛火。其象宗庙将灭，亦曰转书凡则牛生火。世宗景明二年五月，冀州上言长乐郡牛生毒，一头二面二口三目三耳，阳火。洪范论曰：君不明，失政之所至。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，四州上沿阳曲县阳生高，一头二生一聘一母三耳八足，寻高祖崩，六府专事。世宗正始元年七月，善善镇宋阳高，一头两生八角。二年正月，善善镇宋八角阳。延昌四年五月，保古律镇上言阳高一头六足两尾，始获金房传曰：凡妖象其类足多者，所任邪也。金房亦妖曰：始生人头始生者，亦且乱亡。 PG 1986。高祖延兴元年九月，有司奏豫州刺史林怀公王让表有诸生子，一头二生八足。世宗景明四年九月，凉州上言犬始交
正始四年八月，京师诸生子一头四耳两身八足。延昌四年七月，徐州上延阳平数诸生子头面四人，顶有肉髻，体无毛。灵太后又主亲父之争也。即火弘范论曰：金房传曰：积小处有小臣也，狡者兵之相，在上君之威也。此小臣执事者，将秉君之威以生乱，不治之害。高祖太和元年下五月，有司奏京师有雌鸡二，头上生冠如角，与众鸡异。是时闻明太后临朝，幸用群小之争。世宗正始元年四月，河南有鸡雏四足四翼，与在崔光转。八月，司州上言河内明袭众家鸡雏，竟尾上附有一头，口目具二头，皆从颈后各有二翼，二足旁行。是时世宗颇任群小，更有朋党邪佞干政之眼。延昌四年十二月，洛州上言卫新太守长角加黄雌鸡，头上肉角带如枣，长寸三分，角上身具毛，长寸半。肃宗正光元年正月，虎贲中郎将兰都加鸡雄雌二，各头上身两角，其毛杂色，上耸过关。时临太后临朝专政，与崇之也。弘范论曰：事不明，听不聪之法也。太宗太常三年十一月，京师获白骁。肃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，获突丘鸟于殿内。孝昌二年四月，明有宋祠压雏一头两身四足四翅两尾。 PG 1987。孝敬天平二年三月，熊志飞入尚书省，殿中获之。黄崇明弘范论曰：刑罚暴虐，取利于下，贪饕无厌，以兴师动众，取义至诚而失众心，则崇为害矣。高祖太和五年七月，敦煌镇煌，秋驾略进。六年七月，清雍二州子方害驾。八月，徐东徐兖冀平豫光七州平原方头广阿临济四镇黄害驾。七年四月，向豫二州黄害驾。八年三月，冀州湘三州子方害驾。四月，冀光幽四雍齐平七州黄。六月已向齐光清四州子方害驾。十六年十月，癸巳，福罕镇黄害驾。世宗景明元年五月，清齐徐兖光南清六州子方害驾。四年三月，壬午，河州大明二脉无疑。五月，光州子方害驾。六月，河州大黄。七月，东莱郡子方害驾。正始元年六月，下司二州黄害驾。四年四月，青州不屈虫害枣花。八月，荆州黄鼠蝗虫斑虫河州子方斑虫凉州司州恒农郡蝗虫病为灾。永平元年六月己已，凉州蝗害驾。五年五月，青州不屈虫害枣花。七月，蝗虫京师子方。八月，清齐光三州子方害驾，三分十二。PG 1988。
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清、齐、光、南清四州子方害驾。显祖天安元年六月，兖州有黑蚁与赤蚁交斗，长六十步，广四寸，赤蚁断头而死。黑主北，赤主南。十一月，刘裕兖州。刺史毕仲进遣使内属赵镇南大将军魏元纳之，大破贼将周凯等。高祖太和十年七月，并州至中张万寿表，见新获则县名甲。日臣已去四月中养蚕，有丝网沉木，中有卷物四卷带，长四尺，广三寸，薄上覆的黄茧二，状如履行。世宗正始二年三月，徐州蚕蛾吃人，汪蚕者110余人，死者22人，毛虫之孽，未变长而为异也。太祖登国中，河南有虎妻卧于河侧，三月乃去。后一年，皮肤白鹿进渡河北。后一年，河水赤如血，此谓臣灭亡之印。及诸其族类，悉投之河中，其地遂空。孝敬元相元年正月，有狼入城，至峡时，曹仪获之。武定五年十二月，北辰同爵台上获报一。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，有狐媚节人发，时闻明太后临朝，行多不正之真也。肃宗熙平二年，自春，京师有狐媚节人发，人相惊恐。六月壬辰，临太后诏诸节发者，使重训卫尉刘腾鞭之于千秋门外，是同太和也。瑞图外镇王公刺史两千石，令长库报百姓人民怨皆，则白鼠至。太宗永兴三年二月，京师明赵温家有白鼠，已现。三年春，于北院获白鼠遗寻死，割之。腹中有三子，进 PG 1989。白四年三月，上信西宫获白鼠一。八月，御府明张安获白鼠一。神瑞二年五月，地列于科伦山获白鼠一，平城获白鼠三。六月，平城获白鼠二。八月，豫章王奎获白鼠一。太常元年十一月，京师明获白蚁一县。二年六月，中山获白鼠二。三年三月，京师获白鼠一。十一月，京师获白鼠一。世祖始光三年八月，襄州魏郡获白鼠。太延元年八月，雁门县白鼠。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，京师获白鼠。世宗景明四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鼠。正始元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鼠。肃宗熙平元年四月，四州表送白鼠。PG 1990。至第十八，临征八下，魏氏世居幽朔，至献帝室，有神人言应南迁，于是传位于子圣武帝，命令南徙，山谷阻绝，人欲止焉。复有神兽，其形似马，其身类牛，先行导引，积年乃出，始居匈奴之故地。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，四州秀荣民获陵以献。亡者不哭胎，剖卵则治。世祖神三年七月，冀州县白圭。亡者不思人以棺，尊其任旧，无偏党之印。高祖兴安二年六月，
瀛州送大归。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，徐州竹艺术士行得于彭城南120里的诗一株，49枝，下爵的大归献之。诏曰：“归诗与今文相合，所谓灵物也。”得可赐爵五等。三年六月，京师获大归。肃宗神龟元年二月，获归于九龙殿陵之池，大赦改元。孝敬武定三年十月，有司奏南兖州城刘俊明贾兴达于家庭的毛龟衣。天平四年八月，有巨象置于南兖州，当郡名成天爱已告宋京师，大赦改年。王者自养有节则治。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，徐州县黑湖州城王时置至太平，而黑湖建 PG 1991。三年五月，获白湖王者人治则治。六月，府名获白湖以县。八年六月，徐州获黑湖以县。十年三月，冀州获九尾湖以县。王者六合一统则建。周文王时东夷归之曰：“王者不轻于色，则至得至鸟兽亦至。”十一年十一月，冀州获九尾湖以县。二十三年正月，司州、河州各县白狐狸。十九年六月，司州平阳郡获白狐以县。世宗景明三年二月，河州县白狐。永平三年十月，白狐建于吉郡。延昌四年四月，兖州县白狐。九月，襄州县白狐。闰月，汾州县白狐耳。肃宗正光二年三月，南青州县白狐耳。三年六月，平阳郡县白狐。八月，光州县九尾狐。四年五月，平阳郡县白狐。孝敬天平四年四月，西兖州县白狐。七月，光州县九尾狐。元相元年四月，光州县九尾狐。二年二月，光州县九尾狐。兴和三年五月，司州县九尾狐。十二月，魏郡县白狐。四年四月，瀛州县白狐耳。武定元年七月，幽州获白狐以县上。三年七月，瀛州县白狐，二母一聘。九月，西兖州县白狐。太和二年十一月，兴卫泰州县五色狗。PG 1992。三年三月，齐州县五色狗，其五色如画。太祖天兴四年五月，魏郡赤丘县获白鹿。王者会稽下则至。太宗永兴四年九月，建兴郡县白鹿。世祖神元年二月，定州获白，白鹿又建于乐陵，因亦改元。三年二月，白鹿建于代郡道次山。太延四年十二月，襄州县白鹿。真君八年五月，洛州送白鹿。高宗泰安二年十月，白鹿建于京师西苑。高祖成明元年六月，秦州县白鹿。太和元年正月，白鹿建于秦州。三月，白鹿建于青州。四年正月，南豫州县白鹿。十九年七月，司州获白鹿，拟以县。二十年六月，司州县白鹿。世宗景明元年四月，荆州县白鹿。永平四年八月，平州县白鹿。延昌二年五月，齐州县白鹿。
四年六月，司州县白鹿。肃宗熙平元年五月，冀州县白鹿。二年五月，司州县白鹿。神龟二年六月，徐州县白鹿。孝敬元相元年六月，祁县武王获白鹿以县。武定元年六月，兖州县白鹿。太祖登国六年十二月，上列亲获鹿一角。诏问群臣皆曰：“鹿当二角，今宜是诸国将并之应也。”高祖太和三年三月，四州县一角鹿。PG 1993。神龟元年七月，徐州县一角鹿。世宗正始二年九月，后军将军尔朱新兴县一角兽。天下平。一则至。肃宗熙平元年十一月，四州县一角兽。神龟二年九月，徐州县一角兽。高宗泰安三年三月，有白狼一见于太平郡。译者曰：“古今瑞应多矣，然白狼见于陈汤之事，故应道用心，太平加名也。又先帝本封之国而白狼见焉，无穷之真也。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。”太宗永兴四年十二月，张安子封义县白章。王者刑罚礼则。至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，怀州县白章。三年五月，白章建于豫州。二十三年正月，华州县白章。肃宗熙平二年三月，徐州县白章。神龟二年七月，徐州县白章。孝敬武定七年七月，瀛州县白章。高祖太和七年六月，青州县三族屋。王者慈孝天地则至。十三年十一月，荥阳县三族屋。十四年六月，怀州县三族屋。十五年闰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十七年五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二十年六月，豫州县三族屋。二十三年六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世宗景明元年五月，徐州县三族屋。三年二月，豫州县三族屋。四年六月，幽州县四族屋。PG 1994。正始元年二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五月，幽州县三族屋。四月，襄州县三族屋。六月，定州县三族屋。二年五月，泗州县三族屋。三年三月，豫州县三族屋。四月，豫州右县三族屋。永平元年四月，豫州县三族屋。延昌三年二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肃宗熙平元年四月，吉郡县三族屋。二年四月，东郡县三族屋。四月，豫州县三族屋。南兖州右县三族屋。神龟元年八月，雍州县三族屋。二年五月，颍川郡县三族屋。正光元年四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四月，冀州右县三族屋。二年闰月，东郡县三族屋。三年五月，东郡县三族屋。颍川郡许昌县三族屋。四州县三族屋。六月，冀州县三族屋。四年六月，瀛州县三族屋。初帝太昌元年五月，祁县武王获三族屋以县。孝敬元相二年四月，京师获三族屋。
武定三年五月，瀛州县三族屋。四年四月，瀛州县三族屋。五月，瀛州右县三族屋。高祖太和二年七月，白屋建于凉州。王者宗庙肃静则治。PG 1995。九月，白屋建于京师。三年五月，白屋建于豫州。九月，白屋建于秦州。十七年六月，兖州县白屋。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司州县白屋。世宗正始二年五月，司州县白屋。三年九月，颍川郡县白屋。四年七月，颍川右县白屋。永平元年四月，颍川县白屋。延昌二年八月，平阳郡县白屋。三年六月，冀州县白屋。肃宗正光元年十月，幽州县白屋。孝敬天平二年七月，祁县武王获白屋以县。元相元年五月，冀州获白屋。二年八月，徐州表冀阴郡事前槐树屋巢于上屋。母死，有雀衔食补屋儿，不失其食，并皆长大。赏太守伯食。匹兴和四年四月，魏郡贵乡县获白屋除。五月，京师获白屋。四月，阳夏郡县白屋。七月，北豫州县白屋。十月，瀛州县白屋。武定元年六月，东郡名县白屋。三年五月，北豫州县白屋。四月，广宗郡县白屋。瀛州右县白屋。六月，沧州县白屋。四年四月，凉州县白屋。五月，冀州县白屋。 PG 1996。 八月，阳夏郡县白屋。高祖太和二年二月，凉州县赤屋。周武王时贤迈至而克殷。肃宗熙平元年二月，赤屋建四州秀荣郡。神龟元年四月，赤屋建并州之晋阳县。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，南青州县苍屋。君修行孝慈，万幸。不好杀生则治。正十二年五月，雍州县苍屋。六月，雍州右县苍屋。永平二年四月，河内县苍屋。肃宗熙平元年六月，冀州县苍屋。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，河内县苍屋。孝敬兴和四年五月，冀州县苍屋。七月，瀛州右县苍屋。武定元年四月，兖州县苍屋。五月，冀州右县苍屋。二年五月，京师获苍屋。三年六月，京师获苍屋。十月，光州县苍屋。高祖延兴二年四月，幽州县白雀。四年九月，白雀建于中山。陈明元年八月，定冀二州郡县白雀。十一月，定州右县白雀。太和二年十一月，洛州县白雀。肃宗熙平元年正月，定州县白雀。正光四年正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孝敬兴平二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武定二年七月，临绿县白雀。PG 1997。三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，天有黄光洞照。义者千位荣光也。高宗兴光元年二月，有云五色。所谓景云，
太平之应也。景明二年六月，有云五色，见于深友之间。初帝太昌元年六月，日初出，有带黄气晨报。世祖始光四年六月，甘露降于太学。王者得志，天和其盛，则降。又王者敬老，则薄受甘露。王者尊贤爱老，不施细微，则主委寿。神元年二月，甘露降于范阳郡。二年四月，甘露降于邺。六月，甘露降于平城宫。三年三月，甘露降于邺。四年五月，甘露降于河西。太平真君元年四月，甘露降于平原郡。高宗泰安二年七月，甘露降于常山郡。和平二年七月，甘露降于京师。世宗景明三年八月，甘露降于青州新城县。永平元年十月，甘露降于青州益都县。延昌二年九月，甘露降于齐州清河郡。三年十月，齐州上盐甘露降。四年七月，甘露降于京师。肃宗正光三年十月，甘露降华陵园柏树。四年八月，甘露降显美县。孝敬元相二年三月，甘露降于京师。武定五年十月，甘露降齐文襄王帝门柳树。六年三月，甘露降于京师。四月，泰山郡上盐甘露降。PG1998。太祖天兴二年七月，获嘉禾于平城县，一经同饮。八月，广宁送嘉禾一经十一岁，平城南十里交嘉禾一经九岁，告于宗庙。太宗永兴二年十月，嘉禾生于清河郡。太常三年八月，嘉禾生于渤海郡东光县。世祖神二年七月，嘉禾生于魏郡安阳县，三本同饮。高祖成明元年八月，齐州县嘉禾。太和三年九月，齐州县嘉禾。五年八月，常山县嘉禾。七年八月，定州县嘉禾。世宗景明元年七月，齐州县嘉禾。三年七月，齐州县嘉禾。四年八月，冀州县嘉禾。正始元年八月，冀州县嘉禾。二年六月，齐州县嘉禾。七月，鲁阳郡县嘉禾。八月，司州县嘉禾。三年七月，冀州县嘉禾。永平三年八月，荥阳县嘉禾。肃宗熙平二年八月，幽州县嘉禾，三本同岁。正光二年七月，朔州县嘉禾。三年八月，泗州县嘉禾，一更生六岁。孝敬天平三年七月，魏郡县嘉禾。四年八月，并州县嘉禾。是月，京师又获嘉禾。于曹郎中司马仲灿又县嘉禾，一经五岁。元相元年八月，东雍州县嘉禾。兴和三年八月，南青州县嘉禾。PG1999。四年八月，京师再获嘉禾。武定二年八月，京师获嘉禾。三年八月，并州县嘉禾。高祖太和三年十月，徐州县嘉户，一地两石。太祖天兴二年七月，并州县白兔遗王者敬其老则见。三年五月，车驾车巡，幸广宁，
有白兔见于陈于前，获之。四年正月，并州县白兔。太宗永兴三年，上猎于西山，获白兔。八月，京师获白兔。太常元年十一月，定州安平县县白兔。二年六月，京师获白兔。三年六月，顿丘郡获白兔。世祖始光三年五月，洛州县黑兔。神元年九月，张武郡县白兔。四年二月，渤海郡县白兔。真君七年二月，青州县白兔二。高宗和平三年十月，云中获白兔。四年闰月，叶县获白兔。高祖延兴五年四月，白兔见于代郡。成明元年八月，白兔见于云中。太和元年六月，雍州州城县县白兔。三年三月，土津镇县白兔。八年六月，徐州县白兔。十八年十月，瀛州县白兔。二十年七月，吉郡县黑兔。七月，京师获白兔。二十三年，获黑兔。PG 两千。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，河州县白兔。三年四月，颍川郡县白兔。八月，河内郡县白兔。四年六月，河内郡南白兔。七月，下州县黑兔。正始元年三月，河南郡县黑色。四月，鲁阳郡县白兔。二年八月，东郡县白兔。九月，河内郡县黑兔。十月，四州县白兔，东郡右县白兔。三年七月，宝谷绿镇县白兔。九月，四州县白兔。四年四月，河内郡县白兔。永平元年四月，冀州县白兔。五月，河内县黑兔。十月，乐安郡获白兔。二年二月，襄州县白兔。延昌三年七月，豫州县白兔。四年三月，河南县白兔。八月，河南右县白兔。九月，河内右县白兔。肃宗熙平二年四月，豫州县白兔。五月，东郡县白兔。六月，京师获白兔。十一月，鄯善镇县白兔。神龟元年六月，京师获黑兔。二年八月，镇平郡县白兔。PG 两千零一。九月，镇平郡右县白兔。十月，京师获黑兔。镇光元年正月，徐州县白兔。五月，冀州县白兔。三年五月，徐州县白兔二。四月，冀州县白兔。孝敬天平二年八月，光州县白兔。四年十月，光州县白兔。元相元年五月，徐州获白兔。六月，祁县武王获白兔一县。四月，濮阳郡县白兔。兴和二年四月，徐州县白兔。六月，京师获白兔。四年正月，光州县白兔。武定元年三月，瀛州县白兔。却字月，吉郡县白兔。六年十一月，武平镇县白兔。太祖天兴五年八月，上药君览谷，见白燕衣。太宗永兴三年六月，京师获白燕。四年闰月，京师又获白燕。太常二年六月，京师获白燕。高祖太和二年三月，白燕见于并州。八
八年四月，白燕集于京师。是月，代郡获白燕。二十三年八月，荆州县白燕。闰月，镇平郡县白燕。PG 2002。世宗景明三年六月，荆州县白燕。肃宗熙平元年七月，京师获白燕。孝敬元相元年八月，西中府县白燕。兴和二年三月，京师获白燕。武定三年六月，北豫州县白燕。太宗太常八年五月，雁门县白雀。王者爵禄君则白雀至。世祖神元年九月，沧水郡县白雀。十月，魏都县白雀。真君八年五月，雁门郡县白雀。高祖延兴二年二月，白雀建于扶风郡。三年五月，白雀建于代郡。四年正月，青州县白雀。太和三年五月，白雀建于豫州。十三年正月，清河武城县县白雀。世宗景明三年六月，荥阳郡县白雀。十月，宝谷绿镇县白雀。四年三月，敦煌镇县白雀。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恒农郡县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正十二年七月，宝谷绿镇县白雀。三年四月，获白雀于京师。十月，河州县白雀。十二月，雍州县白雀。四年二月，豫州县白雀。永平三年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延昌三年七月，河南郡获白雀。PG 2003。十一月，秦州县白雀。四年五月，荥阳县白雀。八月，秦州县白雀。是月，青州县白雀。是月，衡州县白雀。是月，洛阳获白雀。十一月，荆州县白雀。肃宗熙平元年四月，京师再获白雀。七月，宫中获白雀。二年四月，华州县白雀。六月，襄州县白雀。是月，宝谷绿镇县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八月，宝谷绿镇右县白雀。是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十一月，京师获白雀。神龟元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京师获白雀二。八月，宝谷绿镇县白雀。三年五月，徐州县白雀。是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三年七月，京师又获白雀。正光元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二年六月，光州县白雀。三年四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荥阳郡县白雀。八月，冀州县白雀。PG 2004。是月，光州县白雀。九月，白雀建设人省。四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初帝太昌元年四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孝敬天平二年五月，北豫州县白雀。三年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四年七月，兖州县白雀。元相元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七月，四州县白雀。是月，祁县武王获白雀。二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祁文襄王获白雀以县。是月，
南兖州获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兴和二年四月，京师获白雀。闰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光州县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三年五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四年正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武定元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三年五月，凉州获白雀。 PG 2005。七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十月，兖州获白雀。四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六年六月，京师获白雀。世宗景明三年三月，冀州县赤雀。周文王时贤书至。四年五月，获赤雀于京师。永平元年四月，京师获赤雀。肃宗孝昌三年四月，河南获赤雀以县。高宗和平四年三月，冀州县白鸠。殷汤时至。王者养其老，尊道德，不以新师旧则治。高祖成明元年十一月，冀州县白鸠。太和二十三年七月，鄞州县白鸠。八月，鄞阳郡县白鸠。世宗景明三年七月，荆州县白鸠。正始元年十月，京师获白鸠。是月，建兴郡县白鸠。二年四月，并州县白鸠。七月，冀州县白鸠。三。三年七月，下州县白鸠。永平元年六月，洛州县白鸠。肃宗熙平二年九月，吉郡县白鸠。太祖天兴四年春，新兴太守上言晋昌名贾乡，其年二。十二，为雁门郡吏，入居住西行，见一老妇，谓乡曰：“自今以后四十二年，当有圣人出于北方，时当大乐，子孙永长，无不即见之。”言中而过。乡故视之，父老化为十人。乡今七十。下减十人见存，至地破慕容宝之岁四十二年。真君五年二月，张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事，秋池县大柳。 PG 2006。古山石表龙马之行，使马己闻曰：“大讨曹，而进士代魏。”今时闻继国家祖宗会者受命之福，乃遣使徒写其文。大时有五皆清直白章，兼成文字。其二十纪章，履之前已然知晓。其三十纪国家祖宗已至于今。其文纪昭成皇帝会，纪事四六。天法平，天下大安，凡十四字。四季太祖到武皇帝会，应王在祭千岁，凡七字。四季太宗明元皇帝会，长子二百二十年，凡八字。四季太平天王祭世主制，凡八字。四季皇太子会，昌封泰山，凡五字。初上封太平王，天文图录又授太平真君之号，与时文相应。太宗明会之后，有一人相协一小儿，见者皆曰：“上爱皇孙，提携卧起，不离左右，此即上相灵气，真天授也。”于是为大将军，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，建宁王崇
真西大将军、常山王肃、真南大将军、恒农王。西京上奏曰：臣闻帝王之心，必有受命之福，故能精伟三才，唯见皇极三武之盛，莫不痛之。伏羲有河图，八卦下雨有洛书，九畴至乃神功波于往古，甚计显于来世。夫为陛下德，合乾坤，明并日月，故天纵盛，应运挺身，上临垂顾，真善备极。是以始光元年，今天师奉天文图录，受太平真君之号。陛下身直虚冲，历年乃寿。今臣感于灵物，幸会谐于天人用。能威加四海，则流宇内，普天律土，无私不服。今张掖郡烈炎，秋池县大柳谷山大石有青直白章，兼成文字，即国家祖宗之惠者，受命隶属之福。王公以下群思百辟，睹此图文，莫不感动。谦曰：自古以来，真祥之宴，未有今日之患病也。斯乃上临将命，国家无穷之珍也。臣等幸遭圣化，沐浴光宠，无以对扬天。修增广天地，仅与群臣参议，以以时文之真，宣告四海，令方外见妾知天命有归。至曰：此天地旷失，乃先祖父之遗，真岂朕一人所能独治，可如所奏。太和元年冬十月，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奏湘郡明理 PG2007 非太原明王显前列称，亦经南山采药，到游月谷南岭下，见青碧石柱数百枚，被召案检，称所见青碧柱长者一匹，相接而上，或方一尺二寸，或方一尺，方棱稀旧，其数既多，不可据。